的，好的。那经过上一集的这个录音比较之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出其中的差别哈。那这边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草爸在现场的实际的主观感受啦，跟一些听感。那关于各要点的评分的部分哈，草爸会放在这个草爸发烧音响笔记，很绕口的这个Facebook 的粉丝团的贴文上，好，我会另外再独立整理一份资料给大家做比对参考。好，我这边影片就不特别带到。那这边主要来聊一聊，在这一次的测试过程当中，整个整理下来的话，我们先讲第一台好了，就是 RS150,Hi-Fi Rose 的 RS150, 我觉得它的 APP 简直是无敌。如果你是不考虑走 Run 系统，像草爸也是很依赖 Run 嘛，那你如果不考虑走 Run 系统的人，我觉得你可以非常放松的使用这个 APP， 非常厉害，非常的直觉啊，好上手啊，加上整个大块的那个触控萤幕，可以在那边滑来滑去，根本很直觉，基本上就是一台超大的一个 Android 手机在那边让你在那边按来按去，我觉得这非常酷。然后它有一个这个 Apple Music 的砍入功能，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哈。然后可以自由透过 APP 开关那个输出输入的一些 input output， 甚至关闭这个DAC 的功能，这个执行与否，你都可以透过一个 App 去当遥控器操作。这真的都设计的非常优化。好，它的面板呢、啊、也可以换时钟的模组啦，什么还有收音机的各方面，我觉得它的 UI 使用度真的很上手，功能性资源度我觉得都非常的完整，甚至它可以透过前面那个萤幕直接就看 YouTube、或者是你用 HDMI 直接连到电视、我觉得它是真的在你用过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原厂号称它是旗舰的数位播放核心，我认为它真的是有做到。OK， 那最重要的是整体的声音水平呢？说实话，我觉得超越了原本草爸的期待。以发烧友的角度来讲，做这样子的设计，其实声音怎么可能会好？那事实上，我觉得其实真的也不差。OK， 音乐类型哈，算平均，也不会太挑音乐。那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所有的机器这一次的评比啊，外观设计跟串流使用的用户体验啊，我把第一名颁给了他，我觉得非常的厉害。那我会比较推荐尽量利用外接的 DAC 啊去搭配，强化它的声底啊，它给你的就是干干净净的讯源嘛，好，那只是那个界面是非常非常好用，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外面的 ADAC 是你非常合你口味、你很喜欢的走向的时候，草爸会比较建议你把 DAC 拉出来另外做。好，那你原本它里面内建的这个9038或者是 AKM， 它有两个版本的 DAC， 我觉得你把它当备用就好，就是一般般啦。OK， 再来下一部机器是这个 Auralic 的 Aries G2.1 哈 ，Auralic 是。草爸不算陌生，因为以前我曾经用过 Vega G2.1， Vega G2.1 它是很干净很解析的走向，那这一次我用到了 Aries G2.1 有点意外，这部 Aries 摆明了有调音上的音染，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我讲一下它的特点，它的声音结像比较偏低下一点，那比较温暖，那我这边听有点偏虎，然后它的肉感很好，那形体会比较大一点，速度呢偏慢一点，然后延伸非常的好，那中频有很突出的表现，然后你听 vocal 啦、jazz 啦，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选择。但某些音乐类型，我觉得会比较局限一点。说实话，那我比较建议大家如果有听过，再决定是不是真的合你的口味再买。OK， 那WiFi 的功能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下，我认为它的 WiFi 功能有特别加强过，水准非常的高。如果你不考虑走有线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声音表现很不错。
然后呢，它的各种串流功能也都非常的完善的资源了，加上目前独家的这个 KKBOX 的串接，是我觉得对亚洲用户是很大很大的诱因。眼前你如果不考虑换你的 DAC， 而你感觉你的数位系统现在是偏干瘦啦，水分比较少啦，然后你非常不喜欢太解析太冷调的朋友，我认为 Aries G2.1 你可以用来搭配你的系统，应该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出来，会有一点类似在听这个阿图尔 DAC 的这个听感，我比较温润一点，舒服一点。接着是 APP 的使用体验，说实话我觉得一般般而已，但是我觉得考量在这个价位带的烧友，比例上很多人都想要他的数位，往这个厚实的调音方向去走，所以我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 Aries 现在在这个市场上这么样的受欢迎。下一步是这个 MP200T Plus A 的这一步，那我认为它是听得出来是非常传统德国走向的机器，声音走向我觉得比较偏解析，音色比较偏冷调一点点，但是它动态啊速度都非常的快，然后轻松耐听的特质。我觉得一定要讲一点，就是它有一种特殊那种带磁性的那种高频的声音，非常非常的迷人。好，那它的但是不是尖锐哦，它一点都不尖锐，就是非常非常耐听的高音，非常好听。然后它的肉感跟密度就是稍显不足，我会比较推荐喜欢清爽口味，然后你拿来听古典啦、流行，我觉得都很不错。高频的延伸表现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弦乐、钢琴，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因为是设计给自家这个 DAC200 作为一个西装成套的使用，主要我还是建议，如果你是这样买，那你一定要用它自家的这个 System Link， 就是等于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I2S 的讯号直接走进去，那会是最优化的一个配对。那缺点我觉得也要提一下，就是它其实是否它自己设计的，所以它的数位输出真的很可怜，就只有一个通轴孔，好，这部分我觉得就比较可惜一点。接下来是串流的资源度，我觉得还有一点绑手绑脚，不像前面几台机器做的这么的市场化，我期待它可以再做多一点。那有蓝牙，但是没有 AirPlay， 然后多了实用的这个 CD Player 功能，甚至它还做了 FM 的收音机在里面，这个是 Anyway， 我看完整个配置，我觉得蛮佩服这个德国人的神奇的设计思维。OK。原厂的 APP 我觉得有点简陋，只能说堪用了，建议透过这个 UPnP 的方式，然后用第三方的 APP 啊，或者是 Room Ready 啦，稳定度都还算不错。下一步就是 Lumin 的这个 U1X， 我觉得听感上跟第一部那个 RS150 非常类似，就是比较干净中性的声音，然后三频的均衡度很不错，然后没有音染，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我觉得它也不挑音乐类型，很适合大众口味，所以可以理解整个欧美市场为什么 Lumin 会这么受到欢迎，甚至现在很多的发烧音响的大厂，因为没有自己的开发能力，他就是买了 Lumin 的这个套件跟他的 APP， 去把它拿来作为核心运用，然后再去改造成自己要的声音。那我觉得整体使用下来，它的稳定度是非常好的，然后速度也很快，执行速度也不错，然后音乐呢中性、准确、通透，使用上会让人家很有安心感，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它的安静度跟底噪抑制比 RS150 突出很多，是因为归功于这个分离式电源的这个强化，然后它的 USB 的表现输出非常的好，这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它的 APP 我觉得算是简单易懂，就很容易上手了。那但是不走花俏路线，
Spotify Connect、AirPlay、Tidal Connect 等等，基本上你只要想得到的串流功能，我觉得 Lumen 都已经给你给得很完整了。我觉得后端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去搭配你自己喜欢的 DAC 口味去做一个match。然后一定要提到一点，就是我不是那么建议使用它内建的一个 APP 上面有一个声频的功能。我自己反复听了很多次，我觉得有明显影响了声音的音质表现。这部分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DSD 转 PCM 的功能，我觉得倒是不错，因为可以方便应对一些比较早期的 DAC， 不支援 DSD 的。然后小缺点我觉得也要提一下，就是它后面那个换插线的那个面板设计，对，如果你常常需要换线的朋友，我觉得那个人体工学设计不是那么方便，有点卡卡的。然后第二个小缺点就是它一次只能提供一个数位输出端子去做运作，这个对于如果你有两部以上 DAC 需要共用讯源的朋友，那我就不推荐了。接下来呢是 AVIC 的这个 S180 说实话这是一部表现远远超于草爸原来期待的一个器材，它的音乐性的总体表现是本次草爸心里面评比的冠军，整个活生感啊，然后演绎各种乐器行云流水，非常高水准的表现，非常非常的耐听，尤其听这个古典乐的一个诠释，真的真的非常 harmony， 很和谐，非常符合身价的声音。听完呢，你会让人联想到就是丹麦人的音乐审美观啊，真的很强很美。OK， 声音部分我觉得挑不出大毛病，说实话整体表现真的非常高分，让人会很好奇他如果在网上这个 S280 啊 S580 啊会有怎么样的表现，真的是应该是蛮吓人的。 OK， 缺点也要稍微讲一下，对于这个价位带我们会比较希望它的外观质感会再好一点，啊，整台那个塑料质感说实话有点廉价，我们背后那些端子做工你会觉得很不像 high end 的作品。然后荧幕呢无法正常显示亚洲文字，这个部分让我非常的难过受不了。 OK， APP 一般般，算是有诚意也没有特别好用。最后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在 high end 的发烧品牌里面，它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品牌，所以它的器材的保值性我认为还是有待时间考验。再来下一步呢是Orander 的这个 N200 是这一次在音响性的表现上面我觉得是草爸心中的冠军，这一次真的听起来有让人很爽的感受，感觉非常适合给那种有强大系统然后很在乎爽度感受的那些前辈使用，非常非常推荐。然后它的 APP 算蛮好用的，但整个执行的反应速度跟那种旧手感的那种画面比例的配置，然后那些设计，我觉得只稍稍输给 HiFi Rose 的 APP， 但是已经比其他所有厂商都认真太多太多了。对于有大量数位音乐档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 APP 非常友好，整合性很不错。再来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有特别强调这个加大 buffer 的一个关系，所以它执行速度啊会稍微要等一下，然后你选一个歌都要等个几秒，选个歌都要等个几秒，所以不太适合急性子，像草爸这种会疯掉。 OK， 然后内部的话它透过超级电容啊 UPS 不断电系统，还有它内建 SSD 的暂存这样的东西加持下，它的声音密度啊，绝对处于超级高峰。这不是随便乱讲，我真的是听到就觉得哇，吓到！这个解析力也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它有一个独特的声音特质有一点点像稍微捏着鼻子在唱歌那种感受，有一点那种，有一个很特别的痛啊，我不会形容，大家可以听听看它会有它自己的痛调。然后播放发烧片的表现能力我觉得特好，非常好形体呢偏大
哦，我觉得非常适合大空间去选择它。那机器本体的质感做工非常非常好，没话说。前面板哈，那个专辑封面显示很直觉，然后它的快捷面板操作很友善，然后并没有因为如此而影响它的声音表现，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容易。然后无损串流的支援度啊，非常的完整，然后它不支援蓝牙哦。我会比较建议你走它原厂特殊优化过的 USB 输出，它可以到达最高 DSD 512。很适合拥有大量 DSD 数位档的一些前辈来使用。那事实上也可以感受到原厂对于 USB 输出这一块的要求很高，并没有任何传统 USB 产生的一些数位音的问题。那整体来说，我觉得依然稍微带着直接、冷静、过瘾，但是少了一点点热情的感受。不过我觉得这部分呢，你可以透过后端 DAC 的搭配做调整，不是很大的问题。唯一可惜的是它完全不支援 Room， 只能透过它原厂这个 Conductor 的 App 去使用，这是用户你们在购买前一定要必须考虑清楚的部分。如果你未来完全不打算使用 Room， 那你就可以考虑 Orender， 因为它的界面也写得不错了。Anyway， 这次测试完我就非常能理解为什么许多大前辈啊都会喜欢挑选这个 Orender 这么贵，但是拿它来做这个数位伺服器。下一个选手就是这个 AquaLink Q， 它是意大利的牌子哦。那它的做法算是整个市场上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哦。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数位串流转盘，我觉得极度发烧。它是利用模组化的设计，里面甚至它有内建一个网络分配器模组，减少外来的网络影响。那里面可以玩一些 HQ Player 的升频功能之外，内部也有标配一块这个 UPnP DLNA 的模组，提供基本的 UPnP 服务。然后因为呢，草巴手边这一部呢是最高选配版本，它主要我们会买它也是着重在它独立的 HQ Player 的 Core 的强大运算，透过 HQ Player 的 NAA 跟 Run 做结合，在维持 Run 的这个很棒的操作界面下呢，可以 bypass Run 的播放器的声音，而得到更纯粹的声音表现。原厂在出厂时，它这个预设的 HQ Player 的参数已经是最佳化了，各方面的表现达到非常 high end 的水准。那这种特殊做法下，它的活声感，就是乐器人声的那种真实感，真的非常吓人。就是你在听某些音乐的时候，突然有人在讲话的时候，那种哇，好像真的人在讲话，这种东西，我觉得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整体的声音表现呢，我会怎么形容？就是它很通透，很直接，很充满的水分，在综合音响性跟音乐性的各方面平衡度的表现 ，Link Q 确实是本次所有的转盘测试下来，草巴心里面的第一名，算是我个人心里面听到觉得最没有妥协的一部机器了。缺点也要稍微讲一下。第一，我觉得你要发挥这一台机器的强项，你一定要买它的高配版，你一定要使用 Run， 然后你要用 HQ Player 的模组去把它做应对，所以你才会把它发挥到很高的分数。第二，我觉得用户要稍微懂里面的设定，还有它对应的 filter， 以及它设定功能上的一些原因跟差异点在哪里。尤其是后台那些密密麻麻的设定，对一般用户来说，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困难。那说实在，不是那么友善。但是我觉得你想办法搞懂哦，你会玩得很开心，然后听得很爽。第三，它没有 USB out 哦，所以以它的规格来讲，除非你去配一台能玩那个 Dual 的 AES 的 DAC 哈，或者是直接买一台 Aqua 他们自己家的 DAC。走他们家的 I2S， 也就是 AquaLink 啊，不然你根本就不用想要玩所谓的高解析 DSD 档案了。OK， 硬体就不让你玩。第四，
我觉得他太频繁的去玩参数，或者是机器温度太高过热散热不好的时候，都会遇到当机重开，偶尔啦，偶尔会发生但是有遇过。Anyway， 我觉得这就是一台设计给这个超级发烧数位串流顶级玩家的机器就像国外前辈跟曹爸说的说 Aqua 已经是等同用超级电脑的概念在做数位串流处理很特别的概念。But 除此之外，一般市面串流机的所有的所谓的附加功能性它几乎就是零，什么都没有，没有所谓的性价比可言。那除了 UPnP 之外，不支援任何其他你想得到什么 AirPlay 啦、蓝牙啦、Spotify Connect、Tidal Connect，Sorry， 通通都没有。那值得一提的是，原厂有预告它即将要推出的这个 Squeeze Light 的模组未来可以多一个可玩性可以加价购买。我相信你只要正确设定完，然后听了这个声音，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LinQ 在全世界不断的缺货，然后欧美这么多顶尖大系统的前辈就算他已经使用到目前顶天的，比如说 Tyco 的 SGM 的 Extreme， 或者是 Antipode 的 K50， 或者是 GreenMU1 这当 server 的一些数位前辈，他们都还是会在系统上加入一部 LinQ。这个就是你听过你就会知道了。我认为 LinQ 的这个做法呢，确实可以把 Run 的表现拉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再来下一步是这个 MU1 MU1 这一步其实不能算是单纯的数位转盘，那它在市场上也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少数的存在的一个器材设计。它的直接对手纵观全球啦，大概只有 Antipode 的 K50 或 Enos 的 Statesman 啊，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 Tyco。 那声音的表现上，我觉得它有一般数位转盘所听不到的一个丰富的音乐性，跟它的非常 juicy水分多汁、耐听、超高音质的表现这是它的特点。那特别的是，它将 Room Call 音乐伺服器、FPGA、ReClock 洗水，然后 Room Endpoint 就 Streamer 播放器，这所有的甚至是声频的功能，它把全部整合在一起，做出一个非常强大，然后整合性很好，然后执行速度飞快的机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说真的，如果你是喜欢 Run 的用户体验，那你又不想搞得太复杂，想一次攻顶的话，其实这一台你确实可以列入考虑除了微微缺少一点点刺激的那种音响性的感受，我觉得它已经没什么好挑剔的那这一次呢，特别把它的数位播放功能拿来跟其他的顶级转盘做比较，纯粹是草爸自己好奇怎么样还能够攻上去。但很明显正常的转盘已经没有办法比它自己整合出来的能力表现得再更好唯独就是用到这个 Aqua LinQ 才明显听得出一个很巨大的差别。那其他的顶尖唱盘啦，对 MU1 来说，我觉得都不算加分顶多就是持平或有一些变化。但说实话，我觉得就算用 LinQ 把数位转盘独立出来去跟它做比较的话，也不过好差不多10%+并不是那种极大极大的差别。需不需要多花30几万买这个差别？我觉得就看各位朋友了。OK， 以上大概就是这一次整体下来的一个简单心得事实上，整个过程下来这个结论是草爸来回搭配了很多不同的转盘跟各种不同级数风格的 DAC 交互测试而得到的一个平均答案。脑袋里面我觉得那个经验吸收没有办法一一讲出来给大家听。那再强调一次，这些转盘都已经是非常高、非常好的表现，然后
在分析数位内容啊，还有声音波形的一个层次的传达上啊，我觉得都已经是市场的一时之选了，没有绝对的好坏。那差异也都在正常人可以接受的范围，是草爸自己不太正常啊。单纯我觉得就是想要给自己留一个发烧记录哈，然后也分享给大家啊。最后，我觉得一定要诚心感谢所有啊，这一次大方提供器材，促成这一次专题的各位朋友们。包含我一一念一下哈，就是这个 HiFi Rose RS150 这个凤城音响，彭大哥借给我的。再来是 Auralic Aries G2.1， 就是逸声音响小普，华声音响的林经理林大哥啊借给我的。然后 T Plus A MP 200，还有包括 DAC 200哦，这个就是泰福音响的 Jeff 哥阿福哥借给我的。然后Lumi 的 U1X 艾尔法音响的 Raymond 非常非常大方，借我超过一个月，我超不好意思，我赶快把这影片赶快改完，要寄还给他。OK， 还有这个 Avik A A V I K Avik S180， 这个是爱乐音响的小胡老板借给我的，谢谢你。然后这一部 Orander 的 N200， 这个要感谢的是极品音响的 Cindy 朱小姐 ，OK， 谢谢你。然后 Aqualink Q。也要感谢一下代理商啦，普利士温大哥，赶快帮我把机器想办法空运寄回来，我就是要玩一下测试。还有 Green MU1， 这个是方浪音响大宝 ，OK。然后这一次的统一网路线呢，我全部都是一个 reference， 是用这个 Way Cable。好，这个部分要谢谢博运音响杨大哥提供这个 Way Cable 那么棒的网路线给我们做测试。以上。请接受草爸一鞠躬啊！太谢谢你们了，感谢你们的这个耐心跟信任哦，完全没有给草爸压力啊，随便我去写，随便我去玩，随便我去测试。我相信任何一部器材呢，都有相对值得欣赏的面向啊。那天我跟这个 D 大聊了一下，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声音水准到这个程度以上的器材，很大很大一个程度。我们发烧友都是在挑外观设计 ，OK， 要能够合你的眼缘的啦，你要眼睛看得上，喜欢的再来买，我觉得有时候比声音还重要。OK， 祝大家能够顺利找到自己喜欢的声音跟器材，我是草爸，我们下回见，拜拜。